在一周以前啊，我就在市政府的网上预约了今天的这次新冠检测。那么地点呢是在旧金山的30到32号码头的这个市府检测站进行检测。今天呢，我也是带着许多的问题啊，比方说我们整个免下车的检测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大概多久能出结果等等这样的问题。今天呢，也希望通过我的检测体验的记录，能为大家一一的解开这些答案。现在已经差不多是11:20，排了大概20多分钟。在现场啊，我是看到有4个帐篷，分别写着 A、B、C、D。那今天呢，这个第一号的帐篷是没有开的，我们呢是排在了 C 号的帐篷。那下一辆就是我们的车。整个过程呢，可能人均30秒左右。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没有做过检测的人来说呢，其实是会有一些难受的。不过医护人员他们也很贴心啊，就是在做测试之前，先会告诉你，今天的检测呢会让你有一些不舒服，所以如果特别不舒服的话，可以让它停下来。发了一张barcode 的卡吧，就上面呢有你自己的一个序号。回头呢可以通过输入你的生日和这个序号的号码来得到你自己的这个结果。